地贵富强红粮公报私仇，凡凡想不到要当后林的人光接着雨里通知将王子出来讨的，红粮不答应两个人吵起来，见了王子出当红粮的武功能天为人，红唱得懂的王子出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大夫为人还要了孟春之马门里下来，但多了那些的王子怕两个心腹家家在军中过的三零见两此刚呢我后令杀谁才谁，因为给他在此刚马门里下老夫有所以不寂寞才子谁不应功来进马门们在火厅我的水一松啊公公后令爷爷上门啊那是上顶名将叫我反应公公啊可是你还够到哎呀呀将军真诚不敢哎上一道四海之内家几兄不用客套公公好啊二二清白各位将军好不告辞其实的刚刚是我在那一女娘娘哦不一样我令他非常失爽就是此但实是不敢公公听你走随便的汉方放肆那个大将我的反应还会屏息屏住假使今朝我复杂来一再给我走了杀谁不能走等我把科技神红剃头就不该放那是才于来了于什么身为将军将军身为啊你的罪病七八的兄我的罪病十的兄那么记得我的那哈子的兄狗狗不用客套说人到身份嘛你莫说是手啊这话离在的地方都不了哪么一定没为人这个别高兴了刚高兴了没非要说是手离个地方把个句还我都卡起来哪天跟那几个地方都废刚到北京我说你是大夫是刚刚往他一个经济子那是谢谢反应龙开北行的那是还是几个地方都不来我领导你祝你的各位将军夸人夸女十三十三收吧是此对待反不是了阿哥第一道的地位应当把你接风了来打带起而是这个家庭背正之王吃苦苦王将军啊王将军好唱的是安狗你们吃到了醉了哎是你不让心思你的那想想当红粮老公道像肥女已经受苦大人老有些事故事不走军机白日这个苦劳你刚才正好你懂懂哪筋没得所以我要吃醉了他而且你下的好量来向人替你嘎这样复制社苦我要懂了这里于沙白发将军规则吩咐八句这好规则太无期嘛规则使之师傅好好斗争一做罪才十四师傅都去忙的鸡鸡叉叉爸爸那个多多少少鸡草棒啊多少一些些一做罪是一斤白哈说是谁这个地夸所以来听看都白戏是这样的话的哎那户三十做罪能夸上个鸡鸡叉叉爸爸那个多多少少鸡草棒啊多少一些些三十做一斤白哈不过这还听听切人啥切切地啥讲一类罪才八号师母家这样不必一类阿公公将军兄长到此小弟非生有念
那么呢水醉一杯与公公祭父。哎呀好，也是公爵也是哪位子都是将军苦的公公请茶分兵至手下当朝后我觉得爱子弟早哎呀好哎哎
是将军啊，本当我们哈佛县的，与高中女生八当县女邓天明把告诉我，他是千里送去，兄弟没办法相信，正在侯良首当使用夺亚军棍，为了使你亚军，扣你一股三军军委张桂芳，被他生下我活大死。哦哦，一群傻子啊！我们来个谁的？侯良一路三军军委张桂芳，看啥他咋？俺也谁人呢？那么快的，我就是够的。非这是阿哥啊，你的命啊不在，哪来定心？你的胆子我是我们的想，不能够再帮那个。啊，公公，如今兄长在小弟的姑爷之中，放心就是。不不不，最大的是你与小弟在一处。哪个不要紧噻？天的问题与你对当，不晓得何人啊？你养生无中来，自身啊难保了很。跟着杨高女开会参饮，是公靠跟那个敌人是十个往日车啊也是。洪亮去高上有谁听一无事？那与两个要紧呢？刚才往日车怕两个幸福家子呀。接着到两台屋的小品教材，这个两高的幸福的路浪向一路追一路商量，我的个怎么说咱们将军好糊涂啊。嘿，他不动脑子。你怎么大胡亮还在几次闹公堂，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对呀，我杨少飞要洪亮告状，这个事体讨一个，我那个怎么说？咱们总要想个办法。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嘿，这个家强聪明，也弄不到这个日子。实在干吧，我们等着两块的分一分。我两叉到两台鼓打，小林高叉，你到四中兵马门里想去不行。这个四个重兵，老有谁在在呼吸？那往日从结巴弟兄的副将洪亮迷雾心风。反而有谁真正要杀王之处四高的接出来报执行委员的希望，我那个你说好吗？嘿，好办法呀，咱们分头行事。好啊，好，少前进，回头去。一个盲军两台鼓打去，一个盲军四中兵马门里向来，石头盖打老头我们理想一当天，哈哈，四个钟兵在那理想，根本没好说门说了猛中火厅里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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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好四高的在那浪切嘴，报四位大将军大事不好了，报四个钟兵，亚东家新开赛粉雾商的牛赛非常呼吸，来一家后一来三十年刚的周围的。不过牛三的还没得冲，为啥呢？冲得不得了。老三老四叫将兵吃红，才聪明异常。四个重兵，高上王日初是给他的二号大将军，而且在结巴弟兄。因为一在蓝天顶住之间，那个将兵们四个人一条来吃酒，谁家为了功劳，三兄弟王日初才两人为夫走了家。哎，敌人一哭嘛，王日出来的，哪些这么来哭呢？谢红提派来着，遇到谢红提派，红提派背上有的个，不过一听闲话不对完，上街上大事不好，来到新开山一进门，啊，将弟呀，将军。哦，是军皇。我是位大将军，怎么长那么短？咱们将军打了胡良，闹了公堂，把韩林抢了出来，只怕胡良告状，咱们将军危险呐！请四位大将军帮忙呐！啊，赐我当真，不敢谎说。哎呦！哎呀！
新开山一听，哎呀，那么我往日出啊，往日出上日啊，你前来刚刚回州来了，好唱这是俺的屋子。南宫当当好两千百人，为当两的，哪几个队呀、啊？好两是个雷仙人呀，但要有门盖上个。一盖上是牛三个脾气，你写着军法生意，执法是谁？你非杀不可。新开山南边境，比人家兵穷，两位重兵还是接钢弹的。一听嘛，哎呀，往日说话了，三个重兵，哎呀，就是高头红衣的听到给他们面孔一白啊哈。往日出不好新开山一口嘛，往日出呢出得好大地步口香而止去杀鸡们给高度还来黑地方汉子平常也叫往日出他们应该行项目甚至于大项的那最灵了做个巴黎的那不往日出出个还是你得个你不出来我个今天个高度还来怕你出这个不过大家听听哦，那个错但你这样错不是哎呀呱红衣将军啊哈领我的王世初查在那里啊哈那还不如王世初错、嗯、你那么不当红娘记得当高娘为啥地方努力靠啥啊我是干个错啊呸那个广西人看啥是红娘我要睡中了三个了是的叫家将这位主持把他给他分死去了家将是儿媳回去、哦、天大的事情与孟门赛有此小多谢将军你讲个句闲话非一出事体那位相邻白发你只好做到这个地步这个家将那么委屈往日出我们而且刚都不够高新开山知道的这个刚要遇上个白粉投资兼兵穷一旦商量三个重兵商量来商量去嘛汉服结构结果个新开山谁做不出哎呀这这这这这必须要是好哦这是个广西人多大的东西啊哼啊这广西人为谁都吃个辣你谁红衣将军啊哈林老大有什么好笑啊哈各种小事体啊小事体啊红衣将军口语妙策啊哈这个老子一个办法哦红娘不去高等的不要紧红娘高等的那么无解你三个分析我把现在官府盖上不是去盖上无解怎样伺候娘不去告状啊啊哈咋个老子一个好办法哦你们三个里谁到谁出龙去去的嗯这个王八蛋到油门上去带个龙跟谁出龙去你们可知这个王八蛋谁把他拉到这里衙门里下嗯啊哈你们三个里带他吃老酒嗯他怕他个马屁哦叫他必要告状嗯嗯、他答应必须高等一分要紧反正他真正高等你们包包开杀了老子拔出来努力考卡什么拉倒嘿你龙龙是要这样不及格看看什么老的看是好的你是高的心里的起来嘿不给我立个办法了还容易不干对的好的不要去干啥的那么你去出一不听的立到你没有心包的呀你去等去拉这样拉到后里拉在我们里你肯是我来陪你去三百岁怎么那不是我黑位啊凭我三层不来之时我要什么来后里不顾及干啥你大爷试试看了这样带了这他们俩这些兵种来吧三个重兵趁我们但三处路可以嘛升级来的你带好了我们你给我来拼命背一帮子哎呀这一生是他们一带你吧这些帮子好了也不是本人你别想个你都说去三个总兵的等了给他等着吧哎呦沈峰亮的副委官
后上去还会写得这桩事体来讲高出家还有内高你也是福音当中当个人对哪个归家两兄弟大家生气不住了背丢两个门谁搞的好了生气不住嘛背心带好两个门谁带来好两个来不晓得买好一点基础就是不行开在弄我我说是你带好不良俺们方向真正科技好不良家应力上好不将军好了好不良保护他们许是下灯的帮忙于南年已经秋日还有你叫他都像一人这当告知告你不晓得个张子听他担心这个方向不晓得洪亮口径都三高头一下不追赶的大路从碗肚里超到油门搿只意志性开在分离一个二妹还放屁不理龙王我说说新开在十分聪明的你呢犯了搞错事体呢你太聪明着所以兄弟一句说我叫聪明犯白聪明哦你一人光聪明高腿都像一人犯龙车子体这种体没多了啊我兄弟的乡我的隔壁乡里我的乡大舍子没哈我哪里还要去试试吧根本还好清清爽爽想的十八字呢就算你都像一人刚刚十八个想的本人高腿去哈他哈他给我错给你的孩子不知不理能想出来死告我只被记下一句此想不可笑这个两句不好笑不晓得你不笑了不是题笑一笑不笑出是题了这个我想你是吃根对科技是那啥气质十八个两句嘛不能告告人民告还不会去哈他哈他后这个科技此想不可笑本当不笑拿到皮要笑一笑还脑子被火地高一句啊为啥你是想啥听你是想明早做那个主人也可以啊这个黑我等我啊这个啥黑我啊我不想的这边我不想火地再高一句我不想听我不想我不想的这边我不想等到你把他这个下你可根本没好再高一句也下打嘎下哪是下的一套都没好什么所以这个事体呢他从命者呢不是要你不是体君子行开始一如如此不晓得你光巧身体不足了洪亮已经到底那么洪亮呢还光巧来意大利我是公告当得你痛得不得了搏都搏不起谁要等到往日出最有者要等到杀人光等到死高的家将行至人行到的武道路一口侯了为开了公路地哦哪么要紧够不了公路盘否则不若侯亮盘通出来侯亮立即来归到公路老道路到那里了孟孙龙一口哇呀当得不亮家人里对浪想这说不出对对碎碎动起一个跟头掉下去一根子刮大头他一张马子花他上一根子对了对对了对我想抢了呢孙浪想保证他哭你花他我打赌他李阳在粪地手秀他推砸跟追起路来一勾一滴一勾一滴哎呀无一声一嚷得呀呀的谁这个头一嚷技能有胜胡一了命令归造很顺家将科学等到史特龙命令老于这个领地归造霸号谁可以霸号非是杀人董一龙杀、啊、这是有命高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吃喇嘛一打了猛着油门方向来将近三出路口猛死的一口啊呀塞个重兵自动我西了让杠架一在两天拉不见兵都神风量中不及得来我呀非要晓得往日出差我们的地道给他等我不敢
共中四个重兵，本营不破，兵破房东，某师某家，非不了蓬壁，根本行绝不我的。有为了东院子分少院子，等着父亲唱笑龙阵。好，笑龙不离操刀油门，围攻敌人一哭，哇哈！为了三错龙去，哪们上油门？真，各种两种高法。一到理想米基有谁当米高上，但是这波有谁帮我上去了爱我我我林的办法，各位党一路脑筋学着到米龙高上，旁边有一米够叫军人够，这米够不能帮，但是米够有谁背要四十五堂一路党手的吩咐过路，一路党迷路想娘大家听听，那有谁也帮忙啊不能给帮哇哈，这个家伙真正去高人谈两兵共是我到水里猛进军令功劳哇哇冰冰冰冰，哎呦这是老古时期的开心也差呀，天气云云看够一定当当当当围出来一口有好的嘞，好无量玩，那弄得是俺父亲的着。哟，我倒是谁？原来是吴道将军，你干什么？降门通兵我不顺，来降结功高爽。是让郭县府龙当爷来着，上次们大妈来干上给，记得第一趟牛山不离林间，建立勾当发了百人。看三位军官，不就是荣光来干啥？牛三们上七家，上街说是牛三呀、啊。我胆子大，米浪响，吩咐过又看不起我。高高在，回走去，这个叫三党。啊，牛三听上面有个种事体，讲来代表牛三同党，吩咐过又哪可以这个？一门吩咐，搿点吩咐高高神人又讲是个，你都上街这个呢？那地方不过有十女三，今在后天再变来受堂，当然你来两相私语，你在客客气气见侯大将军，但是你对阵子你眼睛一戴，怒视一眨，滚滚一往，女三啊，你要上去客客气气见亲哥两相，哦，你见你滚哥一往，你不把地方我们你让不把你个将军，所以你在外出去干。女三一听，哎呀！好量不得，一方面跟着本部无汤不去，另一方面制造好量不能使他神气凌人，无汤呢还不够意，你只能暗暗隐隐顶着他不离领地，不就弄过也来干着门里干啥人是不干不人干地级肥人啊，有谁应该拿干肥人家上街上肥人带着当地上下摸你个三门偷你个三头，牛三从大门反应还有告诉反应勾勾人人又告诉个是啥几十个人，各地反应一米高一米高，是来牛三呀，你千里点点从军带给得来，你啥去了，你是要我生命的举身来给如果你现在你一带给的大听我来后量是个来三人谁人得不得了，反正你手当十个万人也是五个得六个，那么今在你预备四者，既然预备四嘛，临时起来摸摸的三门偷偷的三头出出去啊哈个哦，牛三天各种事情啊，一方面归在万人国人打五十辈子，另一方面归在无聊无他不许本人家不是一个三名杀进的白眼路的本人看上杀进那个心间是个恨的好不良只能哎哎哎哎我当不够不够说你不离领地今在给来着今在不知干啥人玩记住你结构根本我当着他们办这个胡大将军请少但片刻东西不用石当古把东西俩哒哒哒哒的猛着你想起现在个一代女生背了失望店里口冰室打败失望店里一口不勾入回大元帅
提起各位友善是不得了，生活之理，斗命的忠，祖老相随的阴历里向李文忠后代，一马一辆枪送相扶，这个是第九次兵犯，蓝天不当将，西桥苦兵士。但是这两日天闷闷不乐，外地上两桩事体：一千金二三王一车军中差粮，当日天在那哈回复惠州来，你身为司机，不认好，就是各位有谁？非得正法精通，用兵之人，十不养兵器，几级家那么的为一样设计，手打三空金弹。三粒弹子非得八发八中，后天里的弹子脑袋才非金一子，因此出名了叫金弹子。年纪轻的辰光。可用过位置做大将的荣光，只要差一米几，金带立马国人可叫哇放风而到，名气响得不得了。但是老有谁非有好嗓子，直到现在十个好的时机没人好，军队里向谁不会当台子，因为各国王日出，王日出还好呼吸，因此心里想不开心。另外在想，哎呀，米莎，高武老乡到军队里想，我几十年何来分口中第二的男子，苦太呀，苦太！不晓得了，有谁啊？好男子来着，啥人？神男子何林到两男子帮队么？何林吃足风的。老有谁哪里要得到呢？到为女子傍着第二的好袋子，你在几千口兵士的辰光，得日子几旁我的军兵故乡啊，出自啥个事体查？这些些十两国报道里向，何时报了？回大元帅，有胡亮大将军经过告状。何？他那还能怕那首长当匪人军不能周知于事体，第一趟告很无辜，第二趟告匪人，真正告啥人？不晓得告你马三有谁根本了不得，看到个迷宫我只能首长心里想不高兴，街上吩咐孤带出来，对老乡王景三日快快分筛查，快引对对水水，是老乡手指连龙报价，要有龙的报价，坐等员工后队奏讯，来啊，起功身，当真风雨水君雨，起功身当红，咚咚咚。把后门开放，有谁身受大当，贵州三通西江沟少日分无故有，真正的些啊分无故有谁的始终被老人还听见妖君勾到一当听洪亮高荣，哎呀新开在科腾哈是忙斗里一些的红脸插个小龙的黑帮着跳子起来对三个重兵扣扣将都等人都打个龙灯，但是已经打的这能够争取几次有谁谁是坏了，反复呼吁十道里向几个有谁两相在的红外军小道水上枪水拐子水比比水捆绑水等哗啦一路到底向济公有谁不必了哈，好像应该是牛高所以得到进去，现在一上吩咐拐子水红亮进去
老朱在忙啊的可真正一些些红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红真是倒霉郎相的反不过人一刻大哥你这个的上面是黄日车啊你当得你十个一副枪掉的黑啊哎呀呀呀呀呀今朝是天龙头子父亲的红亮还告发红亮都倒霉郎相不是让参见冤那是侯将军下不离侯公使此狼狈大元帅我将去冤结公告状送告侯我的元帅冤被我将不了元帅之令身从大人发放军费哪里知晓刚把海林军匪打的是谁王子出逃贼得到大当为海林逃贼我这样卑躬卑礼不肯应允哪里知晓不发这样王子出接受苗子军去打闹公党抢劫军犯因此我这样都冤门告我王徐警告往日出才良官吏这一笑脸而为较量谁私闯我这样衙门是巨大少的名这样不打闹公党我抢劫军犯请冤罪你有谁听我一日气一日绝绝地上往日车尾罗罗口让你刚巧正好气气地上红亮红亮我分帮阿上本哈个往日车难不应当个往日出带来分错你摸摸良心想一想你这个谢兵拍了往日出的磨皮帮那个忙功劳送的呢余荣光天天呢娘呢得功劳你补了补补到今朝副将三品之职扣以税上懂得不功劳谁是往日出天呢得是往日出不呢总理军队里想送银子送房子其他谁可以送功劳不肯送舍自身往日出得你十个好你忘记得勾勾零零今朝不知道事体为一个匪人非要是一个匪人不打你放他一般的好啥关系不没为的不答应可怜我相信老三得你子所以你不高兴当当吵吵哼兵长哦因为这有门浪想告你罗库打的给我罗库罗库让你高桥正好为了努力置于死地了阿日得内十个许多好的事体为谁忘记的雷小生但是你今朝告终有生真发生你一个庄子体杀能力你推高飞好为七对浪下所以啪啪啪啪啪啪娘我再问一声那时候想到往日出的那个好事就是在拉克机库我来得及这样就送到当真母眼睛带你哭哭认真如你想想往日出的那付出送哥哥阿姨带的我嘘红娘听懂给他心里向后啊动过意思当中娘我想想往日出待我不错见我那太急迫这样的军中必有灵性
大元帅，句句是实，所有皇高谁在乎？我两何哟？哎，我是南安。假使与皇高谁杀他呢？干嘛红亮红亮那个对下我来了？这呢，我相信。吩咐过有的来才是有家，得往日出才是亲家。那六库大财不可能每一库才有认真发证，只要有一库非有认真非有发证，我学门上的不过有大的杀人的那个谁会帮往日出，根本在水的皇高要不发杀，今朝杀起来两个人一路杀他拉倒，将军再攻两岸顺畅，侯亮不必一力，老有谁日子两根走走之上要门北高往日出，这个两方比可恶的不如将来到水川往日出呀，独立主义的百变老三二位唱之后笑得不得得罪他个，假使你得罪了我的不办法，那么呢您发了还做大一主人即击败不杀你，这就是做大不法之样往日出道不拉杀只把虎最高领地嘛打出油门，因为老夫又不寂寞了，一个步行过来在往日出俺们门口一口一个人按的嘿呀打，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李湘家将听见哈呀呀的一个妖精蹦出来一口哟，启禀老爷啊，干什么？这个，哎呀，平常的王子村没烟害了呀，今天不上米红就废了，冯子牛三邻居来做了一个，这光不说啊，不挨，他的谁聪明办鱼，他的应对不利。这个老哥。什么？奉了大元帅的连见，请王将军辕门办公。哎呦，不搞了！家家老公子，请我们要拿帖子来听，上面拿领结来听的，这个是做不？晓得个？王子春人有好，真正做太将军的台，所以事业上天。是，现在老爷，定请你等一会儿，我马上请将军出来。快点！哎呦，不搞还。说到你像火听一口就往日出围了起来呀，是第一副狼性子啊，王将军大事不好了，真爷啊，这有旗牌老爷负了元帅之命啊，哎呦，要想工作在你后林登了旁边听句子太那个的，晓得将军爱米子各位的哈一心亲着我负了元帅之命，请将军辕门办公去。哦，马氏，哎，以前吃得起人对了，肥不轻伤，肥地上。来，这，你懂雷神是？是，是将军与贵客在此奉议，此事北宫吗？真是不空。什么的？说脾气委的不空啊，没怕你的都来我，哎呦，分听出来是做，根本的哈你不办法，可是邻居只好听出来是，回将军棋牌老爷还碰了大灵来的，啊哦，什么碰是邻居来的，哎呀，给个不是亲，给个做啊。牛三怕是几把骨，我坐在油门。哎呀，好不量来三人，一定油门干上。可是我也没憋气，上在油门正在一去复回。啥子么牛三呀，娘舅，那个脾气我不晓得个，这么是谁真发生你？信，信不了你个。一个人终归要是一个大丈夫，是事事归。但是我大哥二林刚刚发的，还我刚子不觉，马上也分手。哎呀，可是，刚这个我妻子有办法做了，有些让我变态一些。那
明白呀？明白。哎，做难起可以算明白和明白着。再一想，哎呦，那个将军聪明人，为啥提示明白明白了？列立下黑子，月亮之海我也高，个我也近，临死辰光哎，我就一坐呀，随便喊亲戚八姑也等一些。齐白老爷，哎，老兄，咱们将军说明白了。哦，明白了。那么人为什么不出来呀？不，这么长那么短，大概有几句话要说，你等一会儿吧。嗯，那好吧，好吧，我等一会儿吧。邓子也是，哎，老兄啊，将军怎么还不出来呀？哎呦，你与这人的手瓜不能斗兵，军令，大概我都要嘛。是，我再去请一。哦，谢谢你。啊将军，请你马上就去、啊。就知道了。什么呀？高迁明白了，现在知道了，一个个一下知道了，明白了。哦，黑虎都威风高不？将军，你要快一点的。齐白老爷，哎，老兄，咱们将军是知道了。知道人为什么不出来呀？话都还没说完，你老帮帮忙，等一会儿。好吧，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也还黑着呀。邓子也行，哎呀，老兄啊，时间不能太长的，大元帅问罪，我是对不起呀、啊。可你这个人，你恐急得不得了，晓得个？以我军令太白不起，是，我一定请将军。再快点啊！报禀将军，俺爷来的，走！这样老兄打了你的腿，哎，哎呀，我不来了，妖精打出来。小的王村比起后头老乡啊，不是想再把龙请示六七三五那么改搞，再来吧，再不听说要磕子，但我的口气几把不可从那张面孔口口啊内功，他比我们的，这一路南京不知不离难想出来，当当当奔到自家房间里，房门一关，门上了一捆死人啊都关了，不晓得我的个几把不为了等了呀，等到有了咦。刚刚知道了呀，明白了呀，现在没得呀，那是他自家害着我。对，你别王当将军听了，请你快快出来哟。没黑有啥用呀？那人去斗林听去，哎呀，这个妖精是听了喊口一病人不起，你晓得个？你刚刚听我立即把粮食分离嘛？哦，这个是都是听斗林听你去。往日从不白发，大雨门老乡有些红地老乡，哪面农在往日从何为继承？